巧克力大家族呢，现在正在济州岛，然后这就是我们济州岛的代理。你好，你好，请问您是怎么知道我们巧克力的呢？已经合作几年了呢？Cocoly 는제고향에서그농약을지급하는친구가박창우라는대표님이계시는데그친구가금유를해서사실은제주도에도입을하게됐습니다쓰셨던농가분들이칭찬을많이해주고지금판매를꾸준히해마다증가하고있는것을주셨습니다现在对巧克力的感觉是怎样첫째기비를사용하시는분들은관행농법에비하면은한포가지고약150에서200평을사용하니까어떤농경비전략또인건비전략시간적인여유가많이생겨서아주대단한칭찬을하고있습니다네也就是说比起传统复合肥我们巧克力能现出更好的效果一旦使用巧克力的农户大部分99%以上都喜欢巧克力在济州岛Cocoly出名了刚才我们老板也说了他非常喜欢巧克力那我们就一起说出来吧Cocoly Joy Cocoly Joy Cocoly Joy Cocoly